嘴能一边给我算好数、啊、哎呦真是大胆，我有那么菜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的，我一遍过不了我就吃骗吃骗喝是吧？哼，我就来看看有啥难的。有这气球、淘金僵尸、绳索僵尸、飞行器、海鸥，怎么全是飞的呀？这不是用一个三叶草就能赢的关吗？老大，这里还有土豆雷呢。这啥意思啊？我的植物虽然都锁定了，这有三叶草我就不怕了。大嘴，求你了，玩笑我做得干净，那巴嗒巴嗒巴嗒，你肯定一面过不去，不然的话我就把小鬼都给嘎了。可恶，都要嘎我，干嘛不嘎老大？你干嘛？哎呦 ！OK， 看好了，这一关只要僵尸飞过来，直接一个三叶草就好了。老大，你干嘛不用三叶草？小苏没有脑子快呀、啊。Later， 因为僵尸没有脑子。再来，要搞了。Later， 再来，这一次一定能赢。先把植物全种好。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呢。